好，我们说一下这个，打开相机之后，打开连接完之后，如果发现这个界面，就这个地方发黄的情况下，我点一下白平衡，啊，白平衡，然后它就发白了，它就自动的不会发黄了，好吧？然后你可以点拍照，就把这个图片传到这个画布上了。就说我这个手伸就，现在我把手伸过来，我点拍照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手出来了，我点拍，我把手机呢，再点拍一下，我这个手机还在这里，好，现在手机没了。好，下面进行那个摄像头，校正。